能力有问题，不知道。好，在研究自然科学哈，我们首先要知道是什么叫做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。研究科学的方法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什么是研究科学的方法？什么是研究科学的方法？研究科学啊，我们说，哎，这个很科学，这个很不科学。什么叫研究科学的方法？你知道吗？最近我们在那个 Facebook 啊，如果你用 Facebook 的话，发现 Facebook 很多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人他只不过每天做了什么事情，结果竟然哒哒哒哒哒，就点点点。然后你看就抱怨我吗？不是抱怨我，不是抱怨，他就一个很耸动的标题说，这个人只不过是每天吃了这个东西，结果就哦，你说那什么连结哦？啊，那就有个连结，那你点进去看到就哦，好像一篇很有深度的文章。哦，建议你要干嘛？建议你要干嘛？所以在我的粉丝团才有吗？哎，都有哈。其实这东西有时候哈，有些人说是叫伪科学，里面有伪科学的东西哈。所以我们有自然科学，我们就有伪科学。那什么叫伪科学？什么叫科学？伪科学跟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有什么观点？为什么拿出来跟你讲？说说看，研究假的科学。研究假的科学，这个一个方法就是研究假科学，研究假的科学。不科学。啊，基本上我们的课堂我一直不断的问题，我希望你们要试着去回答问题，不要觉得说、啊、这问题跟我没关系，各位我准备要睡觉。这些问题都跟你们有关系，所以都跟我们的课程有关系，所以你要思考。那所以刚那个刚刚说伪科学就是研究假的科学。伪造的科学，前面说伪造的科学，啊，再加一个造啊！到底什么是伪科学啊？假的科学。假的科学，什么是假的科学？你是就是不科学。这个科学不是。就是不科学。好，那什么叫做不科学？什么叫做科学啊？我们现在研究科学，对不对？什么是科学？什么是不科学？那新闻讲的是真的。那个新闻讲的是真的。实际。讲的是真的，那为什么有人说其实那些都大部分很多都是伪科学？而且第一个是的。要充分数。要说什么？没有证据。没有证据，好，非常好，没有证据。证据不足啊，其实伪科学有个很大原因是因为证据不足。好，什么证据不足？什么叫证据不足？为什么证据不足的事情？什么叫做证据不足？要什么证据？要什么证据？你们同不同意这个说法？证据不足。所以那相对来讲，就是说我们研究科学需要提出很多证据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研究科学需要做证据，伪科学就是证据不足，可不可以这样讲？啊，那怎么得到证据？研究啊。啊，研究，研究就可以得到证据，研究就可以得到证据吗？怎么样的研究可以得到证据？观察，推理可以得到证据。推理就可以得到证据。你可以举个例。研究就可以得到证据，研究可以得到证据吗？研究就可以得到证据吗？推理就可以得到证据吗？嘿，懂吗？我看你快睡着了，再不快睡着了，来说看，为什么研究就可以得到证据？还是你觉得证据要怎么了？这一招啊！什么东西？那研究能怎么研究？啊？怎么研究？好好研究啊！好好研究，用力研究，看书研究，看书研究，看边，这样就可以得到证据。你们都同意哦？没有。啊，不同意要说说看呐。我现在已经回来了，回来就是只看证据。研究就可以得到证据吗？还是证据要怎么来？为什么科学会有证据？伪科学是说证据太少。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证据这个问题嘛，证据从哪里？证据。他就自己找。实验。实验，有人说实验是不是？证据要从实验来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做过实验呢、啊？有。有啊。实验可以得到证据。来，凯君说一个实验的例子。啊？你说一个实验的例子。我们实验
做过什么实验？把一个东西打到老鼠里面，可以吗？把一个东西打到老鼠里面，看老鼠会怎么样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是一个实验嘛，啊，就是说我想证明说这个药对老鼠有没有帮助，啊，要你想就打进老鼠里面。你先打进老鼠，你等对老，你得到结果，等于说对老鼠会怎么样？你就可以说，那很简单了，我拿东西给猪吃，吃完就说哦，凯蒂会怎么样？看哪一个？哈哈哈哈哈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？吃完就说秀一会怎么样吗？可不可以？那可以哈。秀一会更好。那举个例子，不要太在意了。我们给东西给老鼠吃，不能因为老鼠的结果就说人也会怎么样，不能这样子等同于啊。老鼠跟人不一样，不是这样的。但是说我们说把这东西打进老鼠身体，就老鼠会得癌症，那可以说这东西对老鼠有害，可不可以这样讲？这是个证据。啊。老鼠也有癌症。就证据要实际做出来。另外一个实验说，好，最简单的，你在都做培训，对不对？嗯。有人都做记忆训练，对不对？嗯。这也是个实验啊，所以我从那观察十个礼拜之后，我发现每个人的记忆力都变强了，每个都是肌肉男或肌肉女，马甲线有人鱼线，对不对？如果有的话，表示这个记忆力训练是不是很有帮助？这是不是证据？这是证据。所以这是实验啊。啊，可是呢，如果有一个人，他宣称说，哎呀，我昨天吃了两根香蕉，你看我今天有六块肌，所以吃香蕉有帮助，你一天就可以有六块肌，你觉得科不科学？不科学。第一个我不知道他实验方法，第二个他说只有他自己，啊，第一个可能证据太少，啊，这些东西拿出来宣称，甚至变成一个广告效果，这东西基本上你可以说是伪科学。啊，所以我们在看一个科学不科学，很简单，就像你看他做实验的方法，他得到证据的方式是什么？证据的数量够不够多？如果这些都没有，他只做一次实验，甚至做一些简单观察，就得到一个结论。我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，从西边落下，我发现，我觉得啊，这一定是有一个。区域的成功的实验。什么？香蕉那个。你们这两句话有关系？对我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。你看，像这样完全没有关系，拿出来就做一个结论，所以就是伪科学啊。所以你们要思考说，如果直接拿这个东西来做结论，这样适不适合？有时候就不适合。所以我们要去判断说，这个人在做一个结论的时候，这个人的结论是从哪边来的？就只是从一个观察结果就做出结论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根本就是不科学的东西。OK， 那回来我们讲科学。所以科学跟伪科学完全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一个证据。好了，我们从证据的角度来看。所以什么叫做研究科学的方法？什么研究科学的方法？找到证据啊！找到证据嘛，就是目标是要找到证据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干嘛找到证据啊？不然怎么知道真的还假的？所以前面你要先让你好奇嘛。你比如说看到这朵花会开花，啊，这朵花会开花，你发现说，哎，为什么这个花是三瓣，这个花是四瓣？这花是五瓣，这花是三瓣，永远都是三瓣吗？会不会有别的情形？所以开始有点好奇，想要知道这花为什么这样子，你开始做一个事情。所以我们首先会做一个观察，对不对？观察自然界的各种现象。我们观察，观察之后呢，你就产生一点点好奇，对不对？有一点想法，说奇怪怎么这样子，所以开始有趣了，觉得这东西为什么这样子？比如说课本上也举个例子啊，他就举个例子说，以前啊，古时候的人，他把肉放在桌上，两天之后就长出蛆了。蛆知道吗？知道。啊，他就做这个结论，他说啊、哦，肉啊放在桌上一定会长蛆，这是个自然现象，所以他做这个结论，肉一定会长蛆。啊？我们要做做看吗？可以做做看的，当然可以做做看的。比较好奇。好，可以做做看的。两所以肉已经长蛆，是这样子。礼拜四、礼拜五不会有蛆，好不好？礼拜二再做吧，礼拜四就会有了。所以他就做出那个结论之后呢，哎，我们发现这样结论没错嘛，因为东方把肉放桌上会长蛆，对不对？然后真诚把肉放桌上会长蛆，是吧？把肉放嘴巴嘞。你说的好。如果把肉吃进去，为什么就不长蛆？发酵。所以那个肉是生的肉。
谁都可以。所以中药讲出一个重点，如果肉放着，它自然会长蛆，为什么吃进去它会长蛆？因为消化掉了。那就有个好奇心出现，它有个好奇，它有个好奇出现。那肉在什么情况之下不会长蛆？它也许就有这样好奇啊，肉什么情况之下不会长蛆？加防腐剂，加防腐剂。冰了，在那个年代没有冰箱，也没有防腐剂，马上吃掉。除了吃掉之外，还有什么方法不会长蛆？所以就有人想说，长蛆难道是自然现象吗？难道没有任何的原因让它长蛆吗？所以他做一个事情，哦，一个空气。所以他第一个实验是这样，很简单，就把肉放进一个瓶子里面，拿盖起来，封起了，这边放一块肉。旁边也放块肉，一起放，这两块肉是一起煮好的，放着。果然两天之后它长蛆，它没有长蛆。好，所以他第一个想法说，哦，我做了十次实验之后都有这个结果，所以很确定的告诉我们，我只要空气隔绝，就不长蛆了。所以他认为关键因素在空气。没有氧气。哎，隔绝其实里面还是有点氧气啊，一点点氧气。我跟你讲，就是白白的一条虫。可是呢，又有人就想说，难道一定是空气吗？一定是空气吗？我怀疑。所以他把这个结果，他就提出个怀疑，怀疑是种好奇心。他去研究他的实验之后，他发现说，我们这样子根本就空气，只是说这边少一点，这边多一点。那我觉得不是空气的问题，一定是有别的原因。所以他就看到，他就把这个变成一个网的东西，所以空气的自由流动。再做一次实验，果然这样的实验结果，这个也是不长蛆，但这个长蛆了。哎，所以长蛆跟空气没有关系。啊？没有隔绝，那就用纱网嘛，所以空气流动。所以他就怀疑，他看到就仔细观察，所以他证明了空气不是长蛆不长蛆的问题，所以你有别的因素，所以他仔细观察，他发现了，原来这个肉放在桌上的时候呢，会有苍蝇来。它停在上面，啊，它停在上面。这边呢，它只能停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它下不去，那个纱网很密啊，苍蝇下不去啊。你会发现，被苍蝇沾过的，有可能会长蛆。是所有的猪？它现在以肉做标准，以肉，所以今天是用肉。那它想做别的食物的话，它可以放别的食物啊，也许放。你可以放你的手，看会不会长蛆。所以他就发现说，其实长蛆不长蛆，其实跟空气也没有关系，自然跟苍蝇有关系。好，所以他就做一个新的结论，他同样的实验观察，啊，实验中，花花图，对，应该不是花图吧？但是一个礼拜的时间，实验得到一个结果。所以简单来讲，科学研究科学的方法就是，我观察了，我觉得好奇。我去找资料，啊，先去看看找资料，去收集看看别人的资料。我看别人做过实验的资料，看看他怎么做实验的，是有什么缺憾、缺点没有？找完看完之后，我去设计实验，然后去执行实验，然后得到一个结果，再从结果去思考这个结果啊，在收集资料之后，还要陆续讲出了。假说或假设哈，就是假装的说法。所以这个在做实验，他说他一定会想想，我就像刚刚熊妈讲，我认为跟空气有关，所以把空气隔绝，这是一个假说。第二个人他说，我认为跟空气无关，因为有别的东西，所以他把空气做成流通的方式。第三个人说，我觉得应该跟苍蝇有关系，因为他看到苍蝇在沾他。所以他做的不同的假说，所以他就从不同的假说去做实验，去做观察，啊，那果然得到不同的结果，那这个结果来推，可不可以验证他的假说？如果可以验证他的假说呢，这个假说就变成，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一个理论了哈，就变成一个理论，这理论就被证实了，啊，就是我们讲理论，或者你要讲真理，对，真实的事情，它变成真实的事情，啊。这个结果就可以说这是一个科学研究的方法，
好，你们想看，你们什么科学研究方法？曾经做过什么事情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生态瓶。生态瓶怎么样？生态瓶怎么样？生态瓶怎么样？OK， 好，那你说看你生活的经验，你做过什么样的实验？一定有啊，你们想做过。我看过你做。啊，你看我做过什么实验？福寿螺。福寿螺怎么样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实验的内容。还有之前吐司啊。吐司怎么样？就是看妈咪。吐司看妈咪怎么做？那都是小学的事情了，不是的，你们上去年的上学期有做了？哎，没有吗？没有，我们有。别说，别说，我们有去外面找那个什么树叶。哎，然后。然后把那一层一层的磨石，然后有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。把它撕下。然后呢，选一盘就这样的。哎，你们做过什么实验没有？上学期不是说要跟我做一个我做什么？水果，要卖水果了，然后水果让你们不能带了。对对，正常。你们做过什么实验？我们做过面包腐烂掉。面包腐烂掉是怎么做的？就是把它装一个，就是里面是干燥，哎，加水，一个加过水，看哪个比较容易腐烂掉。OK， 结果是？结果是？做很多。结果是？湿湿的，湿湿比较快掉。哦，我想到了，那这是一个很好实验，停停停。所以这个东西想证明说。腐烂的速度跟水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有代价，不错。但是你们做过这样实验，而且你知道这样实验，就说确实比较潮湿的容易腐烂，是不是这样子 ？OK，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实验观察，而且做出完整的实验，而且得到结果。OK， 他们别的实验。对，我想到了。你说。我们班上那个白色的实验。是你说。对，一碗饭说好话，对，一碗饭说话。哦。是。看他们发霉。结果。坏的发霉，好的。没有说，真的说好话没有发霉，有一款是都不要动它，太发霉，太发霉。但是说好话没有发霉，有一点点，一点点发霉，没有那么多。哦，这是蛮特别的，你们做过吗？嗯，黏膜，黏膜，对啊，然后用那个水泡开。OK， 这算观察。它是洋葱。因为你没有这个只算观察，这不算是要做事。一般实验就想你想证明什么东西。像他刚刚讲这个实验，就是说我想证明我说好话的心境会去改变这个生态的生长，比如这个发霉的生长。我如果对他说好话，他不容易发霉；我对他说不好的话，他容易发霉。他肯定证明这个。证实就好。那实验如果这样做完之后，他们有没有证明？有算有证明嘛哈？但是像这个证明的话，如果说可以的话，我不知道你做过几次实验，多做几次，对，有可能是运气哦。你讲没有错，有可能是运气哦。如果你实验只做一次。有可能是运气。像刚刚东浩，我推测你那一班应该有好几个人做好几组实验吧？六组。六组是不是都同样的结果？嗯。都同样的结果。我们这组不一样。你们这组怎么样？我们这组一个跟我家是新北区跑进去，跟你说的。但是都比较快，比较慢。有些人不一样，都。有些人干的比较快的。对啊。哦，所以那你的实验也没有结果。所以还没找到真的原因，变湿的比较快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几乎都湿的比较快，就有一点。OK， 几乎是湿的比较快，所以这也算是有结果。好、哦，所以还是可以看比例关系。但是如果只做一组，就像刚刚陈瑞讲，有时候是运气的问题。我们运气不好，可能在做的时候不小心多加一些细菌进去，多加一些霉菌进去，它比较容易发霉，有可能。但是这是运气的问题，我们观察不到，所以你要做很多次实验。像你刚刚做那个，你刚刚实验做过几次？一次七天。一次接只做一次，只做一组，还是要分好几组再做？一组，那所以这观察不太准啊，只做一次不准。啊，如果约的话，应该是说，对，至少可以像我们班上八个人就可以分四组，对，四组做不同的实验，他们可以观察这四组结果一不一样。啊，如果四组结果都很近，你就可以得到结论了。啊，这就算有结论的东西。那你们做过别的实验？都没有。熊猫那个你们做过？有看过这个说法，但是你没有做过。啊，水的结晶哈，我有看过哈，但是我没有做过，因为那个实验上不容易做，你要观察不容易，它结晶它需要有温度条件。凯君做过什么实验？学青。学青或者做那个棉花糖。棉花糖怎么样？是泡棉花去。哎。先去买那个热粉。哎，同学，那边同学。这边在发言，你们听一下他讲什么，哦，不要一直光讲。那个糖果啊，哎，
然后老师就自己做一个机器，是，然后中间有一个洞，对，然后全部人都把买来糖果倒在那个洞里，是，然后就然后打开唰，然后就在那里用做棉花糖，这算实验吗？什么实验？这实验要关到什么？你们做了，哎，等下，这实验做了什么？假这实验做了什么？假说。棉花糖怎么做出？所以他是观察棉花糖怎么做的，这算不算实验啊？这观察我不知道。这是，这研究，这是加认可。这没有没有，这应该算是一个，我们叫做做法一个制程。好，一个做法，一个事情的做法，就好像说。我把饭加了水，放到电锅去开了电，它就变成饭。这是不是过程？米吧。哎，我刚刚说什么？饭。我吃完饭啊，一开始把米拿进去变成饭啊，米对，把米拿进去煮之后变成饭，这是一个制作的过程，就是把米煮成饭的过程。对啊。啊，这很难说我们在做什么实验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如果要做实验的话，可以说好，这次把水多一点，我这次把水少一点。我观察结果很不一样，我这次把水弄少一点，结果饭很硬很干，甚至不会少。我这次把水弄很多，就煮出来像稀饭一样，湿湿黏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就叫实验。好，通常来讲，你的实验会有加上一些液体，像你看这个实验跟这个实验哪里不一样？一个有一个放在可以流动。两个都可以，发现有人弄东西啊，只是一个苍蝇没有碰到一个苍蝇。OK， 这差别在这里，一个苍蝇碰到一个苍蝇。一个有长鼻。啊，所以它证明是苍蝇的影响。啊，所以通常我们在做实验会做一个这样一个假说，会做一个参数，一个变数的差改变。这个可以给苍蝇碰到，这个苍蝇碰不到，来观察苍蝇的影响。这个我说好话，这个说坏话，来观察说话的影响。那前面还放一个对照组。对不对？就是发现什么都不说的一个对照组，像三组来做实验。那刚刚那个东方那组就是一个放水，一个是干的，就看它会不会腐烂，来观察水的影响、潮湿程度影响，对不对？所以通常在讲实验的话，通常会有一个叫做一个变数的调整，或者叫变因啊，一个可以改变的变因，一个可以改变的条件。从这改变条件的过程当中去观察实验的结果跟这个因素的影响啊，这个因到底是什么？所以呢，加这个条件，这就是实验的方法，科学的方法，这样懂吗？懂吗？懂啊。好，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讨论一个假设，你们要做个实验，那你会怎么去设计它？啊，可以不可以？做什么实验？我不知道。你们想一下，假设你要做个实验，或者你想要观察什么，你们三个一起清楚吗？好，打完再打散。不要了，好，请开始。你们两个一组了。我不要。不要，那你跟谁一组？好，那你跟他们组啊。好，我就是不要跟。好，那纯粹就开组，好不好？你说一组。四个。好好。四个一组，快点。啊？五分钟。五分钟啊？你看那几点？可以烧柴。但是他们好饿。好，五分钟，现在是48分，53分，告诉我结果。好喂，你说假设，假设你想做个实验，你要告诉我实验怎么，你的这个实验为什么要做？